要加油哦。谢谢团长。加脏了。后来是我讲话，我最害怕的时间来了，就是讲话。讲完，比演戏还难。哎，下次我们轮流好不好？哎喂，谁跟你轮流啊？谁跟你？谁跟你轮流啊？没有啊，老师团长就是你的名字哎。很容易出去哎！刚刚老师你们很认真的这样，然后后面那边唱流行歌，我就觉得我快不行了。8月3号、4号，我们在台中歌剧院有一个，就是《梦断黑水沟》，这个是一个台湾的故事，好，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。帮我们推广票房，现在看起来，你看我们梦断，我很害怕。现在在1层，那只猫好悠闲。就想让今年开始有一点安排家庭日的感觉，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下。我就跟他说，我希望我今天过了之后就过了，就不要太烦心剧团的事。压力太大，有时候就觉得说好累的时候，就很想搞失踪，讲都这样讲，但是不敢做。